里面外面都是一 Q 一 Q 的毛衣，可是呢却没有任何的扎皮肤的感觉，有那种蓝色、粉色、白色，然后紫色四个颜色组成，然后上面可以看到一 Q 一 Q 一 Q 的，大家都会问厚不厚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透光？它其实空洞感蛮大的，而且所以它超弹的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很扎实很硬的。我身上的颜色其实也是很百搭的，然后妞妞的那个会比较明亮一点，不管是它是当做那个罩衫啊，或是当做上衣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那如果像是短版不想露肚子的人，你们就可以像我一样穿一个比较高腰的皮裙，或是说我们的牛仔裤是高腰的都没有问题，而且你穿皮裙